双胞胎，是的，是的，我是阿妹的双胞胎，妹啊，阿妹的妹妹，为什么不戴个手套？忘记了，忘记了，叔叔阿姨们，阿妹之前的手套全部都破洞了，这个手指这些地方全部都破洞了，全部都破洞了。看我最近没有戴手套去干活，这些全部都是那种被刮伤的，被刮伤的。下一次去街上的时候，我再买个手套。在下一次去街上的时候，我再买个手套。退。这个地梆梆硬。叔叔阿姨们，你们能听得到我那个地那个嘣嘣的声音吗？那个。能不能听到阿妹锄地的那个声音？这个地真的很硬，很硬，很硬。石子地，听得到是吧？听得到。哎呀，健康和快乐永远伴随你。谢谢，谢谢。这个是谁呀？这个卖什么呀？这个卖，谢谢你，谢谢你。健康和快乐也永远伴随着我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们。谢谢我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没看到你挖的红薯？我这个是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我今天不是来挖红薯的，这个地的话是之前种了红薯，然后刚刚的那个红薯的话是可能是当时没有挖干净，没有挖到，所以说才挖到的。我给你们看一下阿妹的红薯，刚刚挖到的红薯，你们看叔叔阿姨们，麦麦。提哦哦哦哦，好好好，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家这个红薯老甜了，叔叔阿姨们，这个红薯做饭吃了，拜拜。好的，好的，好的。可能现在有很多的叔叔阿姨现在都还没吃饭呢，在做饭呢，是吧？我们的这个红薯可甜了，叔叔阿姨们，我尝一口给你们看，能吃吗？能吃呀，叔叔阿姨们，红薯能吃呀。我跟你们讲，叔叔阿姨们，之前有很多的外面来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就是外面来的大帅哥大美女些，还有叔叔阿姨些，然后我们这边玩嘛。当时我们那个地在路边上，然后我跟我奶奶在挖地挖那个红薯呢，那有一个车突然停到我们旁边，说要跟我们买那个红薯，说要买我们这个红薯回去，说他们那边都没有这种红薯。然后我跟我奶奶说不用买，你们就是我们这边的，我们这些的话有种了很多，我们说你不用买，你想吃的话你可以拿一点回去吃。但是那个我跟奶奶一直说不要钱不要钱，但是那几个人的话非要给钱，就给好像是给了15块钱吗还是多少，拿了一袋这个红薯，拿了一袋这个红薯。哇，好甜呀，很甜。我是四川的，阿妹是四川的。欢迎欢迎，怎么不欢迎呀？肯定欢迎呀。你应该煮着吃才对，也可以生吃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生吃啊。好甜呀。你们有没有吃过这样的烘生的红薯呀？吃过的打个吃过，没有吃过的打个没吃过，好吧，叔叔阿姨们，我看一下有没有谁是像阿妹一样这样子生吃的，你们有没有像这样子生吃呀，叔叔阿姨们？
很甜吗？很甜。什么时候结婚？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还没想好。吃过，那个有一个人吃过，顺其自然说没有吃过，没有，都没吃过呀。你好，你好，亲爱的，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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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熟怎么能吃呢？这个能吃的，这个能吃的，能吃的叔叔阿姨们，这个是能吃的。我们这里也种，你们那里也种是不是？哎呀，这太冷了，叔叔阿姨们，要不我回去给你们直播好不好？叔叔阿姨们，这里好冷呀。要不我吃一把，我是新疆的，太远了，新疆，太远了吧，叔叔阿姨们，新疆离这里远不？四川远不远呀，叔叔阿姨们？我刚才还看你在搬水泥是吧？没事，新疆是个好地方，是不是？远。哦，云贵川都是老乡，我是云南的。好的，好的，老乡，老乡。能吃，能吃，这种能吃，叔叔阿姨们能吃。你看阿妹这不是在吃吗？是不是？不能吃我还吃吗？这个能吃的，叔叔阿姨们，能吃的。哎呀，我一直光顾着吃，我弟都还没忘呢，叔叔阿姨们。看哭了，日常生活，日常操作，是啥你们？哎呀，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你们那边挖不挖红薯呀？你们那边挖不挖红薯呀？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挖不挖地呀？种不种地呀？你们那边种不种地呀？叔叔阿姨们，你们那边种地吗？叔叔阿姨们，嘿坐，哎。哎呀，你看你就是吃红薯，吃红薯是吧？哥哥，挖地种地呀，你有种地机？哦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我这儿太冷了，要不我回去给你们直播好不好？叔叔阿姨们，我回去给你们播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好的，打个好，好不好？叔叔阿姨们。打个好，我回去播，叔叔阿姨们，我回去播。哎呀，要不然这儿真的，哎呀，拿上我的红薯，看。好的，打个好，叔叔阿姨们，我回去给你们直播。好的，打个好。我就害怕等会儿你们就不看阿妹了呀，叔叔阿姨们，我就害怕等会儿你们就不看阿妹直播了。我回去给你们直播，好的，打个好，叔叔阿姨们，我看一下现在直播间那么多的叔叔阿姨，对不对？好的，打个好，然后我回去给你们直播，我就害怕我回去的路上你们就不看阿妹了，就不喜欢看阿妹了。哎呀，哎呀，回去直播，好是吧？那行，那你们可不可以答应阿妹，等一会儿我回去的路上你们也不要离开阿妹的直播间，好不好？阿妹，等回去的路上，你们也不要离开阿妹的直播间，好不好？好的，打个好，叔叔阿姨们，好的，打个好，我们拉好钩了哈，我们说好了的哈。现在直播间这么多的叔叔阿姨，对不对？阿妹现在回去给你们直播，
但是你们不要离开阿妹的直播间啊，要一直看阿妹直播，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好的，打个好，好的，打个好。哎呀，好的，那我们约法三章约好了哈。现在我要回去给你们直播，叔叔阿姨们，我回去给你们直播。我回去给你们直播，叔叔阿姨们，我把这个红薯放在包里，我把这红薯放在包里。哎呀，我这个真的一点都不稳，一点都不稳。哎呀，怎么有一些叔叔阿姨说话不算是走了呀？怎么有一些叔叔阿姨说话不算是走了呀？说好的要看阿妹直播的。说好的要一直看阿妹直播的，这些叔叔阿姨，我等你。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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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叔叔阿姨们看阿妹直播。有没有叔叔阿姨是还没有加入阿妹粉丝团的？这上面加阿妹粉丝团好不好，叔叔阿姨们？这上面这里，这个小星星这里。给阿妹加一下粉丝团好不好，叔叔阿姨们，你们加了阿妹粉丝团的，以后阿妹直播呀还是发视频啊什么，你们就能第一时间看得到，叔叔阿姨们，你们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这个手机不行呀，不，这个手机为什么一直在转呀？一点都不稳，一点都不稳，累死我了，累死我了，真的。哎呦，好了好了，阿妹到了，阿妹到了，叔叔阿姨们，现在可以好好给你们直播了，现在可以好好给你们直播了。阿妹好久都没看到你们视频更新了，是吧？因为最近的话都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也没有时间呀、啊，所以说也没有时间，所以说也没有时间。给阿妹加粉丝团了吗，叔叔阿姨们？给阿妹加粉丝团了吗，叔叔阿姨们？谢谢谢谢。出去吃吗？吃什么？出去吃什么？阿妹去屋子里面不吃，我这儿可以的，叔叔阿姨，我这里可以的。我这里也可以播的，我这里烧着火呢，叔叔阿姨们，我这里烧着火的，我这里烧着火的。你们都吃饭了吗，叔叔阿姨们？你们都吃饭了吗？你结婚了吗？怎么都在问这个问题呢，叔叔阿姨们？我今天都差不多一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我今天差不多一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都在问这个问题。我锯一点木头，等一下。我锯一点木头来烧，来烧着。烤火，哎呀，阿妹都是关心你，是吧？
都在关心阿妹是不是，叔叔阿姨们都在关心是不是阿妹，是不是都在关心阿妹是不是，叔叔阿姨们都是看你长得漂亮问的是不是。希望你能这样一直微笑下去。好的好的，我天天天天微笑。这是在干嘛呢？我锯一点木头来烧，叔叔阿姨们，我锯一点木头来烧。我锯一点木头来烧，你得吃呢。青岛，那我现在直播间那么多的叔叔阿姨，我问一下直播间里面叔叔阿姨，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呀？你们都是来自哪里的？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我弄一点柴烧呀，叔叔，我弄一点柴来烧呀。哎呀，西藏。江苏、河南、哈尔滨，哎呦，是之前我好像我之前就是看视频的时候看那个明哥不是给我弄了一个那个视频看视频的吗？然后我看视频的时候呢，当时好像那个哈尔滨好像很火呀，是不是？是不是叔叔阿姨们？那好像挺火的，都去那边看雪吗？什么？是不是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呀？是我记错了，还是我看错了，还是根本就没这个事，还是说真的有这么一个事？就是之前是不是那边很火呀，哈尔滨那边？是的，是呀。哦，那我没看错。我锯一点木头来烧。哎呦，要断了，要断了，刷你们，要断了。断了，肯定是的了，是吧？那下一次以后阿妹有能力的话，哎呀，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了。我下一次我就去你们那里玩，好不好？我是阿妹奶奶在哪里？原来奶奶在我家里面呀，奶奶在家里面呀。多注意身体和安全。好的好的，谢谢直播间里面的叔叔阿姨对阿妹的关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比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厉得多，是吧？也没有吧，我这个的话，也没有那么累，都已经习惯了，叔叔阿姨们都已经习惯了，知道吧？我再去拿一点木头，你们等着。拿一点木头。哎呦，我就说我这包怎么那么重。我就说我这个包怎么那么重，我忘了。看，我就说我这个包怎么那么重。哇，现在点赞都点到27万了呀，叔叔阿姨们，你们点赞点的那么快呀，这里看，点赞你们点都点到27万了，叔叔阿姨们，你们点赞都点到27万了，那么快呀，太快了太快了，叔叔阿姨们太快了。哎呀，太快了，居然那么多，现在都有4000多个人看阿妹直播了呀，叔叔阿姨们，现在都有2.7万了，叔叔阿姨们2.8万了，太牛了太牛了，你们太牛了，那么快。27000呀，哇，太多了吧，这是不是都在给阿妹点赞呀，叔叔阿姨们？
再给阿妹点赞的扣个一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再给阿妹点赞的扣个一好不好，叔叔阿姨们，再给阿妹点赞的扣个一。哎，哎呀，我要锯一点木头来烧，叔叔阿姨们，我要锯一点木头来烧。再给阿妹点赞的扣一，只有四个人在给阿妹点赞吗，叔叔阿姨们？只有四个人在给阿妹点赞吗？日出东方在给阿妹点赞，初夏在给阿妹点赞，那个王海雄在给阿妹点赞。那我再问一遍叔叔阿姨们，再给阿妹点赞的叔叔阿姨扣个一好不好？再给阿妹点赞的叔叔阿姨扣个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在给阿妹点。哇，30000点赞了，叔叔阿姨们。三万点赞了，三万点赞了。